很多人说野狼在斗犬之王比特犬的面前不堪一击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动物。真实的情况究竟是如何呢？神比特与野狼究竟谁的战斗力更加强悍？首先，狼它也是有三六九等的，战斗力最强悍的那就是北美灰狼，体重可重达180斤以上，战斗力那更加彪悍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犬科动物之一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亚洲草原狼与斗犬之王比特，谁的战斗力更加彪悍？亚洲草原狼体型不大，体重一般在70-80斤左右。其实狼是非常敏感的动物，当它面对武疯子比特犬的时候，大概率会选择逃跑。当然，如果是一群狼的情况之下，那比特犬几乎上没有任何胜率，因为狼它是团体作战的动物，如果不是饿极了，一般也不会向比特犬发动进攻。一对一的情况下，比特犬大概率可以完胜亚洲草原狼。您认为呢？